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表演团体。我们先按照出场顺序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让大家给他们一点欢呼，这样好吗？ 好，我们第一个来表演的是我们台湾国际青少年联合协会。掌声，谢谢，欢迎。好，我们的装扮非常的特别，真的吸引眼球，非常感谢。好，听说前天就搭飞机从非洲过来了，特地过来的，有点远，有点远哈。对，好，他们要从部落再出来，其实就要三个礼拜了，你知道吗？好，有点久。对，好，第二个是来自我们嘉义的中华圣母传教修女会，掌声。感谢感谢。第三个是我们来自台北大平岭的圣三堂圣咏团，掌声。好，他们特地从台北下来，对，舟车劳顿，一起来为我们庆祝我们的50周年。谢谢谢谢，请坐请坐。好，那我们印尼的大学生好压轴，他等下才会出现哦，还在化妆。好，我们紧接着先介绍下一个是来自于阿里山美声合唱团。好，谢谢。与此同时，我们嘉义教区的主教蒲英雄主教，掌声欢迎他的莅临。欢迎蒲主教。谢谢，谢谢主教的莅临。好，那紧接着我们再来介绍我们下一个团体，是我们辅仁中学。对，我们是所有团体里面最幼齿最 UK 的团体，平均年龄最低的哦。对，15、16，全部清一色都是国医生。对，12、真的非常的优秀。是，好了，那下一个团体是我们圣言会的所有会士们，掌声。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圣言会的会士跟我们辅仁中学学生年龄差不多而已。嗯，差不多嘛，看得出来哈。好，最后是我们压轴吴凤堂圣咏团。好的，真的要开始了哦，要不要再看一下手机有没有关静音或震动？对，5万块不是小数目，5万块奉献哦。好，记得一下哈。好，如果大家都 OK 的话，那我们接下来来邀请我们本堂神父满思定神父。好，我们请我们满神父，满神父今天超帅的，是不是？再给他热切掌声。大家晚安。谢谢我们的主教，虽然很忙，但是呢来到我们当中。谢谢主教。然后呢我们的会长，圣言会的会长也来了。然后呢我们中华圣母会的修女还有会长都来了。是我们的荣幸，大家来到这边。50周年，50岁，是不算年轻，也不算老。那我相信50年来，这个党区啊，非常多的恩宠，非常多有信仰的人，非常多的做一个见证，非常多的教友要传这个福音，所以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还活的？所以给掌声。特别我们的党群啊，能够邀请那么多的兄弟姐妹是我们的荣幸。今天特别感谢天主给我们好的天气，因为呢气象报道说今天下大雨，所以我们应该跟天主谢谢他。
能够来到这边、啊、好像感觉到很温暖，大家都一家人。所以耶稣说，没有外邦人，没有犹太人，没有撒玛利亚人，大家都一家人。所以今天很高兴的，因为呢，我们50周年有国际性的庆祝，有非洲来的，有美国来的，有菲律宾来的，有阿根廷，对，就是那边的，还有阿根廷来的，还有印尼来的。所以今天有国际性的庆祝，我们有50周年，有8个团队，让今天我们很喜乐的。那当然，我们的主题就是感恩、光荣音乐会。所以我们的天主真的爱五峰堂，我们的圣若士真的爱我们，我们的堂区，我们的教友们，所以我们有感谢他。今天透过美好的歌声，我们有赞美感谢天主。Cui bene cantat bis orat， 美好的歌声就是两倍的祈祷。你被邀请的，因为呢，在五峰堂是你是很特别的，我们不会随便邀请人，我们不会随便邀请路上的人，但是呢，因为你是很特别的，在我们邀请的，我们有韩国的牧师也来了，给他掌声。带了这个他们的真正的团体是台湾国际青少年联合协会，他带了不一样国家来的年轻人，所以谢谢牧师，谢谢我们的年轻人。 So thank you so much. You come and then you say yes to our invitation. You are special to us. Amen. 我们有 Alexander， 也是代表原住民。你看，从那么多的原住民，我们选了 Alexander。 谢谢你们。从那么多的学校啊，天主教的学校，我们呢邀请了辅仁中学，代表天主教的学校，然后呢邀请了，我不会忘记圣言会的啦。你看，莫神父已经提醒我，对。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呢还有邀请这个印尼的团体，给他们掌声。以前我工作的地方，我们的姐妹、兄弟姐妹、大兵林和张团，谢谢你们。那当然，我最喜欢的美好的歌声，我们五峰堂的，给他们掌声啊！我告诉你们，为了今天的节目啊，为了这个协助利益方面的。为了这个教堂，他们服装的很厉害，每个礼拜1-2个小时的练，很多附近的教友吝惜，因为他们的美好的歌声，所以再来一次给他们掌声。当然谢谢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个光荣音乐会，谢谢我们的恩人，谢谢。所以我不要讲太多了，我再来一次谢谢你们。So you are special to 五峰堂，你是特别的，所以你是被邀请的。所以我们请我们的主教讲一些话，谢谢。
所以恭喜圣若瑟模范劳工天主堂50周年主保谈庆。今天晚上是谈庆感恩共荣音乐会，让我在这边首先祝福你们一切都能够圆满成功啊，能够完成今天所有的表演。所以我非常荣幸我们的满神父特别邀请我能够来欣赏，能够来感受到今天这个美好的夜晚。当然沈会长更不用说了，我们的圣言会今天来这边呢，刚刚都被介绍了哈。我想这个圣言会是很国际化的哈，还非常非常的本地化。我受他们栽培很多年了哈，一直到现在我自己在他们的修道院，像类似这样的一个音乐晚会啊，今天哦，它有这个圣言会的样子啊 ，international 啊 ，very local， 哈哈 ，yeah， you love everybody， you welcome everyone， 这个就是圣言会。这不要说那个姐妹会，不敢说是姐妹会了，至少是天啊，我们的天宫啊，这个本坛的纪念坛所创立的修会。中华圣母会来，我们也特别真的有你们在就不一样了哈，因为这个圣坛是不一样的，五十周年，而且这个我们纪念这一位，我对他是非常非常的钦佩啊，啊，他不只是因为是劳工堂啊，最重要是这个是纪念堂，啊，跟教区的关系也是在2024年又有新的关系哈，所以这个。圣言会我总觉得他们很慷慨很大方，哦，他等于把这个圣堂，让他成为嘉义教区属主教的圣堂，但是是他们拥有的。这样听有没有？这样听有没有？对啦，你如果要那个冷气不行，哦，你们要稍微要整修的话，先跟他们报告，第二个再跟主教报告，意思是说我们一起这个圣堂，我们一起让它成为圣殿，让它今天拥有歌声呢。因为哈，我自己对圣言会是百般的感恩呢。我常常参加他们那种哈圣诞节，那个圣诞节尤其在德国，他们的总修院呢，那个可以容纳楼下2000多人，楼上满满的话总共5000多人。那个弥撒是从头到尾都是用唱的，我听不懂德文，到后来我可以听得懂啊，因为歌声比较容易懂啊。你讲德文我听不懂，但是你用唱的我就听得懂啊。因为歌就是用你的 feeling， 用你的 emotion， 不必太用你的 rational， 你的rational， 不要太过于理性，你去感受到它，拥抱它。你就会感受到天主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呢，我就用你们的话，真的感谢有你，感谢有我们这个圣言会的这个劳工堂，这个圣坛对嘉义教地，对中华华人的教会真的很重要，真的很重要。我们嘉义教区有圣言会在我们这里是我们的荣幸啊，我真的可以说是在圣言会底下被栽培的一个哈，我以前常常要到他们修会住啊，我不能马上回到阿里山啊，先要在这边受洗礼一下啊，被摸头一下啊，像傅神父啊，像朱炳文啊，像他们这些老前辈，不住在这边哈，大概像我这样的人也不可能当神父啊，像阿里山的要当神父很难呢，是不是？很难哈。真的很难吗？当主教难不难？可是已经当主教了，啊，奇怪，你们怎么会修炼难不难？难吗？进入圣言会难吗？进入中华圣母会难吗？难哦。You see? Why? Why so difficult? 难道我们的吸引力不够吗？开玩笑可以吧哈，不要忘记圣言会就是有那个吸引力，
这个圣堂就是在嘉义教区非常典型的，我非常欣赏的圣堂。在这边祝福你们大家今天都能够表现的充分的，让天主的爱借由你们的歌声奉献出来。走过半世纪，因为爱，磐石变为基石。教堂因为有你，因为有满师弟啊，所以成为天主爱的计划。祝大家今晚享宴，愿天主永远与我们同在。谢谢。感谢，真的非常感谢蒲主教哈，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音乐会就要开始喽，各位你准备好了吗？手机要不要再看一下？5万块其实不少哦。好，好，我们准备，请关灯。各位，调整好你的呼吸，调整好你的情绪，我们开始进入我们今天满心期待的音乐飨宴。首先，我们要先来欢迎第一位表演的团体——台湾国际青少年联合协会。国际青少年联会，简称 IYF， 是以基督教的精神于2001年创立的青少年团体，透过国际交流培养具国际意识的领袖，并实际的解决各种地球村的问题。IYF 是以世界民间非营利团体在各地展开活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首先，他们带来的第一首表演是非洲文化舞蹈。非洲文化舞蹈是一个以充满成年仪式庆祝精神的舞蹈，透过不同的挑战，年轻人变成了部落中勇敢的成员。掌声欢迎 Tamusha。
超级精彩的表演，哇！请问各位，刚刚在下面你坐着有没有想要上来跳舞的感觉？不如我们再一次好了。好，不好意思啊，刚刚只有这段是动感，等一下大家都坐着哦，好不好？好 ，OK。那我们再次感谢我们台湾国际青少年联合协会带来进来的表演，再次掌声给他一下。我们请中华圣母传教修女会先请准备哦，下一场换你了哈、哦。好 ，OK。哎，接下来换你们表演了，好、不如我们再讲一次好了哈。我们掌声欢迎中华圣母传教修女会带来的表演。好，中华圣母会隶属于嘉义教区，位于嘉义市蓝潭附近，会主为田根新枢机主教，那是一个国际性的修会，也非常荣幸我们圣若瑟模范老公天主堂刚好也是我们田根新的纪念堂。对，那修会呢，中华圣母会修会分部有在中国大陆、台湾、澳洲，现任的总会长韩玲玲修女。那本会为传教性的修会，从事牧灵的工作。那有堂区的牧灵、医疗服务、学校教育。我们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中华圣母传教修女会带来的曲目《Holy Is His Name》。Yeah.
感谢感谢，非常感谢中华圣母传道修女会带这么精彩的表演。各位，不晓得你刚刚有会不会跟我感觉一样？各位，你刚刚有没有听到天使的声音？而且我跟你讲一件事情，特别厉害。刚刚修女刚刚差点从非洲回不来，对不对？可以马上转换有天使的声音，非常的厉害。如果你也认同的话，再次给他们热情的掌声。真的真的非常的美妙，谢谢你们，谢谢谢谢。那我们接下来紧接着由我们大平林圣山堂圣咏团带来精彩的表演哦，掌声。大平林圣山天主堂圣咏团，简称圣山堂圣咏团，成立于1999年11月，到今年十一月就要欢度25岁生日，我们掌声恭喜他们。圣山堂圣咏团成立的初衷是为堂区服务，希望用歌声向天主表达前进与赞美。因此，我们的定位不是表演的团体，而是服事的团体。借着每次在弥撒中的献唱，让我们的信仰层次也跟着提升。圣咏团从创设之初就由王启仁老师带领，并担任指挥，直到今天。接下来，他们今天为我们带来总共5首曲目。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圣山堂圣咏团带来的《送给你这对翅膀》，你们要静默主的谦卑。耶稣，你是何等奇妙！一粒麦子以及渴望。却看世上的美。
Thank you.
非常感谢大平林圣生堂圣咏团带来精彩一连串的圣歌表演。其实都有一种感觉，好像五首歌是不是一下子就过了？感觉应该要再来个五十首，有没有？好，一点都一下子太美妙了，一下子就听完了，有没有？各位还记得他第一首歌表演是什么曲目吗？送给你这对翅膀，对不对？这边请问一下，你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你几岁的时候 ？When I was very young， 是不是？各位有没有在年轻的时候就听过这首歌？你就说，其实我还年轻啊，好，对不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我国一的时候。为什么这时候？为什么那时候会听这首歌呢？因为那时候合唱比赛要练唱这首歌，所以我们就唱这首歌。可是刚刚听完他们的表演，我觉得说我回到那时候国一、国二的那种感觉。不晓得你有没有一样有那种年轻回到年轻的时候那种感觉一样？应该都有嘛，对。你说是就对了，有没有？好，对，好，有，好，就是那种感觉。好，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觉得一句话说的没有错，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这边要更正一下，学音乐的大家都永远年轻，你说对吗？掌声再次给他们，大平林圣山圣咏团，谢谢。那么接下来呢，要邀请一样是非常年轻动感的团体要来表演哦，我们邀请到印尼的大学生团体，掌声鼓励一下。台湾南部之印尼天主教社区，简称 KIDA， 是以服务居住于台湾南部印尼籍天主教徒为目标的宗教组织，其所涵盖区域包含嘉义、台南、高雄以及屏东四座城市。这个社区的起源可追溯到10年前，当时台湾南部有一群印尼籍的学生对印尼文进行的天主教弥撒念念不忘，在服务于南部的几位印尼籍神父支持下，他们在2013年5月9日于台南成立 KIDA。 随着时间流逝， KIDA 委员会决定将社区涵盖的范围扩展到嘉义、高雄及屏东三座离台南邻近的城市。如今 KIDA 每月在台南、高雄两座城市轮流举行印尼文天主教弥撒，让无法前往台南 的信徒也能在高雄参加弥撒。那接下来掌声欢迎他们为我们带来巴厘岛传统舞蹈，掌声欢迎 Data Lobo。Thank you.
好，我们谢谢你大学的朋友们带来这精彩的表演，有没有觉得超厉害的？叫你手这样扭，你会吗？我觉得我好像哪里生病的样子，我可没办法。超厉害的，是不是？再给他热情掌声，赞赞赞！